八女生恋上，午后幸福时光。和暖的午后，饮一口热茶，食一件甜点，同几个闺蜜说说笑笑，俾自己真正休息同呼吸的时间。幸福对女生来讲就是这么简单。由两万几人组成的社交专业 High Tea Club， 约定每一个月到香港不同的地方享受下午茶。这八个互不相识的女生因为 High Tea 而结缘，每一次聚会只为享受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。各位女士们 Enjoy！在 Facebook 开了一个专业，就是叫做 High Tea Club。 咁初头就是纯粹是分享自己一些喜欢的去过的 High Tea 啊，吃过觉得好的地方啊，咁就自己 sharing 同朋友的分享。咁就冇想过个反应会咁好咧，就喺短短一年里面就去到有20000多个 fans like。 因为我哋嗰个聚会的宗旨是大家一班女仔 gather 开心，咁所以个环境是很重要，要舒服啊，大家可以真系嗰两个钟头喺嗰度系可以好舒服咁倾偈、影相，有一个私人的时间。听会员讲，每一次的名额只系得20多个，极速爆满，想报名亦都唔系咁容易。点解咁中意 High Tea？ 原来每一个女生都有佢自己嘅故仔。本身就系一个护士嚟嘅，咁我中意High Tea 咧，就因为有一次我去咗台湾咁样啦，咁嗰时我哋啱失恋，咁咁啱咧就经过一个小店啦，咁就食咗一件好好味嘅 cheesecake， 咁我就谂住之后咧就翻到嚟香港，一定就要搵一。啲 high tea 嘅地方就要好有心去做一啲好有 quality 嘅甜品。其實我嚟緊將會就出年8月咧，我就會辭職唔做護士啦，咁就會去台灣啦，就去一啲烘焙學校嗰度就學半年，咁就打好呢個底，咁樣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用心做一樣好好嘅甜品出嚟咯。其實我好中意影相啊，即每次啲食物嚟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大家唔好食，唔好食住，俾我影張相先。咁我就會可能特登可能轉下個碟啊，研究下個叉點擺啊，去令到嗰張相影得靚啲咯。之前在香港嘅時候咧，大陸嗰陣係冇生層架 high tea 咁樣嘅。咁當然咧，依家慢慢已經開始好興嘅。不過我都覺得喺香港呢度嘅西風嘅嗰啲呢啲風格吹到咗大陸嗰邊，咁都慢慢大家都開始有下午茶文化咁嘅。八個女生互不相識，又志同道合。每次聚会之后能够带住好好的心情回家，亦都是一种满足。